对对对，你看这个温水，这个是我们现浇的，很硬的。你要人搬的话，肯定搬不动的。这个面包车本来就轻，车都轻，它被这个面包车后面那个地方车被这个阻挡了一下，没这个阻挡了一下，我估计就直接撞到它这个那个。小，你看，看到危险情况了，看到危险情况了，这个人要从座位上下来，看见没有？然后车子拼命的往那边让，往那边让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这个车子贴着他的背歪了过去，这个面包车是属于无证驾驶，他是自己承认无证驾驶，然后其他情况的车子情况、保险情况都齐的，就喝酒也没有喝，因为上午可能我们都做过酒精。